主轴啊是快文审，所以其实看到我们在安全中心的部分，在安全中心的话，我们就是有支援像一键体检啊，或者是隐私设定，并且的话，消费者他在购买我们这款手机，他不用再去额外去下载，例如说像猎豹大师，我们在手机里面它就有这样子一个病毒扫描的功能。那再来的话，消费者比较喜欢的一些手势功能，那这一款手机也都有，例如画一个圈就可以打开相机，那或者是我可以点两下就可以打开荧幕。对，那如果说可能我要截图的部分呢，我也可以直接三指就可以截下手机。